主席，去年5000元的消費券咧，個乘數效應咧，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。適逢今年係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，經民聯咧已經提出咗，亦都認為依一個係最好嘅時間咧，向市民派發10000元嘅回歸慶典消費券。一嚟咧係可以增加市民嘅獲得感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增加本地經濟復甦嘅動力。政府會否認真考慮回應各行各業同市民的訴求，派發10000元的消費券？